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佛庙，花开见佛五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路，佛典的故事，白净净清。故事来讲到悉达多太子向着净饭大王来要求讲，既然将来我要继承王位，那对着加比罗一国全国的百姓生活习惯，当然嘛爱去了解，会当了解到这个民情，安尼先嘛才知影讲要安怎样来对待这些百姓。和全国的人民会当国泰民安，所以净饭大王认为太子安尼讲嘛是无唔对。心肝内以为讲太子想开啊，终于要来继承伊的王位，但殊不知却唔是安尼事。所以净饭大王为着这个滴水不漏，那么伫太子要出城游街进前，伊就已经下令所有加比罗维国的百姓一定要把鸡鸭肉饼扫好清洁，然后大家要张灯结彩，人民要过得真富裕，表面上也就是说过得非常的安详，大家都过得真幸福，而且不可以让太子看到一些譬如说战争的人啦，或者是说花脚破相衣衫褴褛，总共一句，因为大王知道太子是一个多愁善感，他在将来享受荣华富贵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，那如果让太子感觉说原来外面的世界人民百姓是哪有好孩子有善者，有生作水，有生作歹，有生作破相，这种种都不要去让太子看到。所以这一天太子真正来到这个加比罗维国的这个国都革新，也就是来到这个鸡鸭路，中国的人民听到说太子要来游街，哇，大家就真欢喜。进来，你是在干啥啦？今仔日啊，就是咱的悉达多太子啊，未来的新国王要出来游街呢。你甲看，咱的净饭大王吼，拢早就甲咱交代啊，讲恁叫咱台衫裤穿哦较水咧，穿哦较整齐咧，街仔路台咧摒扫哦较清气。总共一句吼，这一切呢，拢是要为着看这个戏，要这个悉达多太子会当来，这个亲近咱这个百姓。所以今天我要来看太子他是生作安怎，
去哪得去摇，哪得去看。啊，你无听人一个讲，顶一工啊，这悉达多太子啊，伊吼伫这个城中，伫咧比赛舞艺的时阵，迄舞艺偌高超呢？伊讲吼，一箭射穿五个铁骨呢。啊，这无重要啦，迄太子功夫好吼，这是一定的。我有听人一个讲哦，讲太子吼生作人高汉大，而且呢，佮生了非常的英姿焕发。啊，佮有啊，太子即马呢已经娶某啊，听讲是娶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甚物人啊？天地神仙佮大王的大汉祖囝耶稣多罗。今仔日迄个公主啊，唔知道跟太子出来袂吼？应该是袂啦，因为呢，一家一个人要出来游街，伊要来了解民情，所以公主应该无对啦。啊，底下来啊，底下来啊，进来进来。太子出城，所有家比罗伊国百姓，大家都真欢喜。就跟他亲像，咱即马的双十国庆，太子所行过的所在，人民大家人都安尼一直甲握手，一直甲叫，大家都感觉真欢喜。太子真有礼貌，当然呢，嘛挥手致意。太子啊，太子啊，喂，悉达多太子。主安尼先，太子呢坐伫即个马车的顶端，然后一步一步一直向城内行去。行过强要挖即个城外的时阵，跟随到这台车的即个马车的车夫叫做纪律。启禀太子。头前已经到了郊外了，但应该搁往东边、南边迄边行。哦，无咯，干那看城内，我嘛要了解这城外的人民百姓是咧做啥物。哦，太子，因为国王交代，只会当伫城中心，呀，这城外，你听我的都无唔对，国王袂怪你。有什么代志我担当？纪律哦，太子，伫你头前远远，那有看到一个，迄个人那生得遮奇怪。哦，太子，既然讲你先，无咱回头吧。袂容易，我要看卖头前迄个人那生得遮凶，阁野怪啊呢。原来太子看到是一个已经万步阑珊走路，安尼一步一步，已经是一个七十外岁老人，头毛水秋白，走路举步艰难。这个头毛翠秋白的老人经过了的太子的身躯边，太子当然真好奇，因为伊在将来所看到的人，大家人都生作拢穿甲真英姿焕发，穿甲真华丽，所以太子一看就知影讲，这应该是一个老人。第二，哦，太子。拄只行过这个，应该是一个老人吧？你甲看，伊行路安尼翘骨翘骨，啊，迄手骨会安尼颤。伊是安怎呐变甲安尼生？是天生的吗？或者是伊有受过甚物款的困难？伊若无，那会变甲安尼生呢？太子。那是一个老人啦，
老人，老人是什么意思啊？太子，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，都有位红红幼幼到大汉，然后慢慢慢慢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，身躯就慢慢慢慢歹，人就慢慢老。所以人若既然老，走路就无遐自在。呀，人若既然老，迄个外表，迄两个面相，就生出一挂妖魂，头毛就翻白啊。哦，要唔过，若要讲老，我的父王，伊嘛是已经六七十岁，要唔过，伊都无像这个老人安尼生啊。太子，大王是大王啊，大王伊是指集荣华富贵于一身啊，所以食好用好啊，啊，搁再讲，伊身为一国之王，当然袂当甲这老人比啊。哦，因为我父亲是一国之王，所以平平已经老啊，伊原是看得遐尼啊少年。这个走过的老人跟我父王是差不多年纪，竟然就变到这样生。是啦，太子，因为他们是一般的百姓，为了生活要奔波，所以身体不能跟国王比啦。哦，在太子的心肝内，伊想袂到讲人原来食老以后会变作安尼生。换一句话讲，只要岁月若是经过六七十年了后，就慢慢啊，这个身躯会衰败，面容会完全变。伊若安尼生，我即阵才达十八九岁，英姿焕发，过了无几年。我嘛依然会甲你老人同款，原来就是安尼生，外口的世界就是安尼生，也不怪，不怪我父王无爱我出来外口见识外口所有一切。在悉达多太子的内心，想着讲。食老会变到安尼生，总管无偌久，就变作安尼啊！要若安尼生讲，以这种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会当享受偌久呢？太子啊，要咱是不是应该回宫咯？哦，无咯。我咱第一届才出宫门，你甲看，都互我看到有这种这衰老的现象。咱去向南边那边行吧。太子，要唔过国王并不欢呼，什么意思？国王。伊跟阿吩咐讲，单边这边，这个城爱摒扫好清气。啊，毋过南边迄边，并无讲呢。摒扫好清气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咱要出城的时，父王都交代这个百姓，要个单门城这边，该打点好好势，表面上看起来是真荣华富贵，真华丽就对啦。是啦，因为大王担心讲，你若看到百姓这所谓生活现象，恐惊讲，你担忧啦。哦，
所以在人出生的时候，父王所交代这一切，也拄着我所看到遐百姓，唔拢做出来给我看。应该是安尼啦。那安尼，距离咱搁做渭南边来去，南边遐一定较自然。也就是讲，迄个所在，我父王并无交代，所以我当看出人民百姓的真实的面目。太子，你莫和我为难好无？不要紧，有甚物代志我担当。也你想看卖，咱这尔难得才出一间门，所以你得和我加减啊去看挂吧。哦，好吧。太子甲着距离往着南边的城门一直行去，可怜。来到这个南边城，才行无偌远，伫远远的时阵，就看到路边有一个破病的这个病者，倒伫迄个树下，身躯是消散落吧，而且两只手甲脚是散甲敢那滴膏咧，目睭。伊个安尼流着目屎，啊嘴呢，底下一个呻吟。啊，我嘛都足枵呀，我人足艰苦的。吉利，你去看，迄树下，敢若有一个，敢若有一个人呢？太子啊！是啦，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，无什么啦，无，你该买车停落来，我要看卖。太子，卖啦，你这金鸡玉叫的贵客，那谈堪比种的病人会接近呢？病人？是啦，太子，因为咱人是食五谷杂粮。佮较安怎，嘛一定会破病啊！破病，因为我也毋知甚物叫做破病啊。太子，啊，你的量体，拢一直和你的仪表，佮大王以及将来所有宫女，得佮你填补，得佮你照顾，所以你将来冇破病，毋知影讲破病艰苦啊！破病艰苦。是啦，咱人的这个肉体吼，拢一定加减嘛。有当时也受到风寒，有当时也有甚物款的这个顽疾，啊，就是讲要听到有病啊，无药通医啊。有病，佮无药通医，破病时阵会像伫树下迄个人安尼啊。是啊，太子，因为你从来毋捌看过病人。所以你会感觉真好奇，无，吉利，你甲看，迄个人安尼，三脚六翘，而且底下唉声叹气，吉利，咱是毋是来甲解救啊？太子，我想免啦，可能迄个人已经是得到绝症啊，所以厝内面的人毋再甲放喺树下，可能就是要害等死啦。哈，是一个破病人。啊，搁要死的人，也毋过，其实你甲看，迄个人的面容，敢若也无讲过老啊。是啦，太子，啊，这破病，无一定讲是老人啦。有当时啊，中年的人、少年的人，甚至呢，打出世的囡仔，嘛有可能因为破病啊，就来死亡啊。啊，有这个代志。太子，这拢是你不应该看到的。不过大王拢交代，这无好的现象，就莫去予你接受，就是惊讲你担忧这点嘛。无，今日我既然甲出声，我得要甲这城内所有的百姓去了解一个彻底。今日，咱甲这个病人，甲送倒来宫内吧。
不愿意，不愿意。太子，迄是一个病人诶，咱甲送倒来宫内。搁再讲，伊诶身躯也毋知影啥物病，若万不幸伊诶病是会传染，安尼毋着惨。呀，无吉利，你看咱应该爱怎样做啊？我想，因兜诶人，伊应该会来甲想办法啦。咱若是继续行啦，太子，要若无，到时时间若耽误，倒转去，大王若怪罪，我恐惊无法度承担。不容易，既然我甲出声，有看过遮尔啊济，既然食老，会行路遮尔啊慢，既然食老，面上会变，也阁有。人的肉体是会患病，那安尼，其实这个世界一定还阁有真多，还阁有真多我毋捌看到，还阁有真多我无了解的。我身为一国的太子，我必须要了解百姓的痛苦伫咧倒位，安尼先将来才有法度治国啊。其实，咱阁为西平的城继续行吧，太子，行吧。不要紧，随我走。不应该看到的，拢去予太子看到了。这一切实现，当然也就是要予太子真正下定决心出家一面。除了看到生、看到老、看到破病以外，太子会去遇到什么会？精彩故事，咱就继续听下去。佛殿的故事，白镜澄清。如来在心。